我看他没有要退缩的样子。 石花花，你可以下班了。周总，这些资料我可以复印带回家看的。虽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还不够好，但是勤能补拙，我一定会达到公司对代言人的要求的。石花花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嗯，我让你不用看了。一个连最基本的社会素质都没有的人，再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。就算你背会这些东西，又能有什么改变吗？ 你知道代言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情商。你连客户最终诉求都不知道，你知道我对你的诉求是什么吗？成为合格的员工。这希望你离开。周总，我可以努力学的。你学不了，你脑子里面只有没有用的毒鸡汤，这些警示和言是没有办法帮你在这个社会立足的。 你不要躲着我！别跟着我！哎，周总，周总，你别跑啊，周总！周总，周总，你就告诉我嘛！你不要，你不告诉我的话，我怎么给你治疗呢？你不要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！哎，又来，周总。 你怎么能放你出去呢？好了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如果你害羞不好意思说的话，你悄悄跟我说就好了。你让我说说。不想说，非得告诉我原因。放我出去！放。
我们离得太近了。对不起。嗯，那我们还是出去说吧。见外呢，该改口弟妹啦。小兰，你怎么会是石花花呢？因为我和花花是真心相爱啊。你们怎么会相爱？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深深的相互吸引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要约定终生，永不分开。是啊，我还记得那一天发生的所有事呢。哥哥，以后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，一定要和和美美，幸幸福福，你说对不对呢，小兰宝贝？嗯，花花，我永远不会和你分开。嗯，糟了，又到了喝药时间了，拿着药来，亲爱的，喝药啦。嗯，喝药。